Hello， 大家好，我是理想路光 AIGC， 专门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AI 的应用技巧以及变现思路。我会在这里面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目前 ChatGPT 它已经迭代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我自己变现的项目，包括做自媒体去赚钱，或者说去写这个提示词给企业，然后去赋能赚企业的钱。接下来就先来到了我们整个目录，会给大家讲到这四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我和 AI 变现，第二个是我会简单介绍一下目前 AI 和 ChatGPT 的一些发展，以及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第三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ChatGPT 的提示词是什么，然后有哪些技巧，以及最新的 ChatGPT 的 4V 模型是怎么样的。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AI 怎么去助力副业变现。之前我是就职世界100强的国企，目前是 AI 赛道的创业者。我在8月中旬离职开始 AI 创业，目前3个月时间，我在全网已经有了40000+的粉丝，并且通过 AI 我也拿到了结果，变现100000+，并且带教出50名学员，其中有一些学员也跟着我一样做自媒体，拿到了结果。目前我主要就是用 AI 来服务国内的电商公司，后期会转为电商公司的 AI 顾问。我认为认知会影响到你的选择，选择又往往远远的大于你的努力，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这个是我给公司进行的企业 AI 培训，当然这些培训都是收钱的，一场基本上是5000左右，这两场培训也给我带来了3万的收入。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为电商公司写的 ChatGPT 的提示词，这个项目也是为我带来了22000的收入。左侧这边就是电商公司老板给我转的项目定金，这边就是我为他们编写的提示词。关于这个提示词具体是什么，怎么写，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个就是我做自媒体的广告收入了，有3500一条的广告，目前我最高的广告是3500，然后也有这种1500的，还有这种2500的。它除了这个2500一次性的广告收入，还会每个月给我1000，一年下来就是12000。我发新视频的时候，我都会把它链接挂在我的那个视频简介里面。接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被动收入，这些收入算是比较少的，主要就是 B 站平台的流量收入。 B 站平台目前是有1700，就是做了3个月时间，但是相对油管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咯。我开通油管2个月时间已经有一些被动收入，总共是$722，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6000以上。就是我的变现项目介绍。接着再说一下 AIGC 目前的发展概述。其实 AI 的发展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6年，包括我们之前接触的苹果的 Siri， 或者说是智能家居，以及我们这个智能门锁，其实都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只不过是属于 AI 1.0 时代，也就是说弱人工智能时代。那 AI 真正崛起呢，是从2017年，这个场景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过，就是 AlphaGo 大战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然后柯洁是完败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基本上就是强人工智能的一个起点。接着再给大家聊一下 ChatGPT 的一个提示词，还有 GPT 4V 模型。很多同学小伙伴可能都会有个疑惑，提示词是什么东西，还有为什么要学提示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先给大家说一下提示词，提示词就相当于人机交互的一个新模式。大家想一下，以前我们和这个机器人打交道是不是要写代码，普通人根本就没办法和这些机器人这些程序去打交道，但现在不一样了， ChatGPT 的出现，我们可以和 ChatGPT 去进行对话。比如我说今天想吃西红柿炒蛋，然后它就会给你西红柿炒蛋菜谱。所以说这个提示词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给 ChatGPT 输入的这些自然语言指令，我们通过和 ChatGPT 用打字交流的方式，这种就是提示词的一个定义。那提示词为什么要学呢？它很重要吗？它能赚钱吗？它是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的吗？我接下来一一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学提示词，为什么是必学的，而且是大家以后必须要掌握的技能。第一个就是提示词能赚钱，就我前面说那个案例，为那个电商公司写的4条提示词加培训，收入就可以达到22000。我写完提示词之后，可以给他们公司的员工带来10倍甚至20倍的工作效率，他们老板是愿意买单的，甚至后面想让我做他们公司的 AI 顾问。
那未来能不能赚钱？那是必然的。现在像美国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提示词工程师，他最高的年薪可以开到30多万美元，那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200多万人民币。不仅是国外，像国内大家可以去一些招聘平台看一下 ，BOSS 直聘上面你去搜索提示词工程师，你会发现国内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在招聘对应的岗位了。而且这些岗位它不需要你会写代码，特别是像美国的提示词工程师根本不需要你会写代码，只需要你和 ChatGPT 用自然语言去沟通，让 ChatGPT 来输出一些好的内容就可以了。你会写提示词之后， ChatGPT 就可以成为你的哆啦 A 梦了。我相信右边这个动画片大家以前都看过，大雄没有哆啦 A 梦的时候是不是天天被胖虎欺负，有了哆啦 A 梦之后，大雄是不是就变得很强大了，可以做各种事情。这个就很像现在会灵活使用 ChatGPT 的人，他可以给你做各种事情，给你生成文字，生成表格，做 PPT 大纲，甚至可以给你做数据分析，以及后面我们会讲到的给你做图，给你识别图像各种的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内置在电脑里面的哆啦 A 梦。所以大家不想自己身边多一个哆啦 A 梦吗？那就需要掌握这个提示词的技巧。所以提示词的一个学习是未来每个人必备的一个技能。因为你不会写提示词，不会和 ChatGPT 这种 AI 应用去打交道，那你就不能让 ChatGPT 为你输出好的内容。我接下来就会给大家讲一下写提示词的6种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确并且具体的一个指令。简单拿个案例来说一下，我问 GPT， 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北京，然后他就给你出了一些没有这么具体的内容，然后我让他给我介绍一下北京适合群里前往的一个著名景点以及当地特色美食，他就知道你是一对情侣，要帮你介绍著名景点和当地的特色美食。这就是使用了明确并且具体的一个指令得出来的输出效果。所以说提示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存在，并不是说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技巧就是为案例，在 ChatGPT 的研究中呢，那些学者把它称为少样本提示。就比如说这边不提供案例的时候， GPT 可能会给你回复这5种，很随机的选择一种然后去回复你。但是如果你给他提供了这前面的3组案例，女生我不困你先睡吧，然后潜台词你要是敢回完我就炸给你看，你先给他回复了这3组的案例之后，接下来他就会按照上面案例潜台词的这种风格和形式来回复你，这个就是为给他导样的案本结果。第三个技巧就是角色定义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并且具体。比如我让他扮演一个我的健身教练兼营养师，并且告诉你自己身高体重，你想要增肌还是减肥，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份详细的营养搭配的方案。你想一下，如果以前我们自己去写，就大量去找小红书或者说去找营养师为我们搭配这个方案，但是现在你告诉 ChatGPT， 你让他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他就能为你输出这么一份营养的规划。还有这边就是一个英语老师的一个角色，以前我们如果想去学英语，是不是只能请私教或者去看一些视频课程来学习，但现在你告诉 ChatGPT 让他扮演一名资深的英语老师，并且他和你进行英文对答，这个时候他就知道我要扮演一名英语老师和你用英语进行对话，并且回答有错误的时候及时纠正你。只要你角色定义的够清晰，这个指令就是有效的。第四个技巧就是这个受众一定要非常的清晰。我还是举案例，就比如说如果大家不对这个受众做定义，你让他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大语言模型，然后他就像百度一样去解释给你看。如果你告诉他我是成吉思汗，然后他就会真的把你当做成吉思汗来给你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再给他定义为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人，那他就真的把你当做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这个概念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告诉他我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就用2年级小学生又能够懂的语言把这个概念解释给你听。所以说这个就是受众定义是否清晰。第5个提示词的技巧就是反问引导法。那反问前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个问题，我应该创业吗，他就给你回复一些比较开放的信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给 ChatGPT 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你可以反问 ChatGPT 我应该创业吗，然后让他告诉你我应该怎么去给你提这个问题，你才能给我更好的一个答案。他就告诉你你应该这么来给我提问题，比如我有哪些资源和条件可以用于创业，可以给他提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反问引导法，你自己不懂但是 GPT 他懂，你不懂提示词但 GPT 他一定比你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适当的去用这个反问引导法引导 ChatGPT 来给我们写出一个好的提示词也是一个方法。那最后一个提示词技巧叫做结构化提示词。
包括我前面写的22000的那个商单也是用的结构化提示词，目前这个就是编写提示词的一个天花板，最牛逼的写法，可以这么说。这个就很像是在塑造一个人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什么技能，这个角色要遵循什么规则，这个角色有什么目标要达成，这个角色有什么案例要参考，这个角色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需要遵守什么样的流程。我给这家电商公司写了一个结构化提示词，帮他们编写这个淘宝的 SKU 组合的，这是他们员工在现场使用，然后这个是他们运营的回复。我问他们，我说我写出来这个东西能不能提高你们的效率，他说肯定可以。然后后面这个男生他在现场，我在教他怎么用，我说这个东西写出来怎么样，他说非常好，他说我基本上是可以来直接用的。然后我说可以给你们提高多少的效率，他说至少是10倍以上的效率。10倍以上的效率，你想想都多么可怕，只是用了这么一个提示词，然后就比其他同类的不会用 AI 工具的人高了这么多的一个效率。那慢慢的，如果整个公司员工都在用这个提示词，都在用这个 ChatGPT 来输出这些内容，那整个公司就会形成核心竞争力，它很高效的完成工作。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 ChatGPT 最新的模型，叫做 ChatGPT-4V 模型。它不仅能出图、能看图、能联网，而且还把所有的功能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工作流。你给它一个任务，它就知道我先给你做图，然后再给你识别图像，再给你干嘛干嘛。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可以联网，联网可以干嘛呢？联网可以查新闻，可以了解 AI 目前的最新发展趋势，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百度或者说去其他渠道去查看，只需要在 ChatGPT 输入一个简短的提示词，简短的一个指令，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然后他就把整个互联网的信息总结分点给你。第二个，代码解释功能，这个功能能干嘛呢？它不仅能够写代码，还能够帮你出分析图表和做表格。比如说我这里给他上传了一个表格，我让他先帮我删除表格里面的空白行和列，他就把这个空白行和列删掉，然后重新输出一个文件给我，我下载就可以了。同时我还可以让他把我表格里面的数据整合成图表，形成这种可视化的图表给我看，这个就是代码解释功能。那图片识别功能就是 GPT 它长了眼睛一样，可以看图像，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看的。这个就是我平时做视频做好的一个视频封面，我说你觉得这个图片作为 YouTube 或者说是 B 站的视频封面会如何，我接着问他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建议，他就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特别是这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他说图片中有很多文字可能会让观众感到有些分散，希望我考虑减少这个文字，或者说是调整布局，使其更加集中和简洁。这是不是很专业意见？确实就是文字太多了，这就是 GPT 的识图功能。当然我这只介绍了其中的一种使用场景，有各种各样。那接着再来说一下这个真人语音对话功能，我相信很多人在抖音、 B 站或者说是视频号上面都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好像是一个真人在和这个自媒体博主去对话一样。这个其实就是 GPT 的一个真人语音功能，他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一开始我都感觉到有点瘆人，他叫我的名字的时候带有口气，那个吞吐的音让我觉得这真的是 AI 吗，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他像一个人一样在跟我说话。所以我经常就说现在的 GPT 四云模型简直就是贾维斯人工智能的雏形。然后这个功能就更牛逼了，叫做文字生成图片功能。以前我们文字生成图片像 Midjourney 也好，像 Stable Diffusion 也好，他们文字生成的图片我们给它输入一堆指令，结果要的图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这里给大家举个案例，比如说我告诉他中国宇航员在月球车子开得很快，然后图片比例多少，真实照片质感，那看一下他是怎么理解开得很快这个词的。看到没有，我没有告诉他具体开得很快应该怎么描述，然后他就知道开得很快应该就这个图可能比较虚幻一些，或者说会起这灰尘来体现这个宇航员开车开得很快的一个场景。你想一下他对我们提示词理解的是多么的精准，而且这里还挂了中国的一个国旗，所以说他对里面的每一个元素理解的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和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 或者说是 Midjourney 这两个 AI 绘画软件是没办法比的。不过目前这个文字生成图片功能它有什么缺点，就是它生成图像还不够清晰，但我相信这个缺点会未来随着 ChatGPT 的一个不断迭代一定是会被解决的。那接着就来说一下 ChatGPT 4V 模型的一个终极形态，是吧？ Alpha， 这个 Alpha 以前我们 GPT 4.0 模型它是3小时只能提问50次，但现在这个 Alpha 可以无不限次数的提问，你可以随便去使用3个小时使用100次、10000次都好，它不限次数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 GPT 4V 模型的一个终极形态，
这功能已经在部分账号上面开始更新出来了，我相信在未来一两周时间里面大家都能使用到这个功能。那关于这个功能它到底有多牛逼，那我这里有个小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中国汽车新势力的代表理想、蔚来、小鹏，我让他先给我联网收集数据，然后绘制一个数据分析图表，并且用时尚的一个商业插画风格把这个图表数据列出来，就是先完成第一个指令，先联网收集信息，把这个数据做出来，收集到数据之后把它输出为可视化的图表。可视化图表完成了之后，是不是要根据图表信息完成一个时尚的商业插画风格的一个图表？那接着他就用这个文字生成图片的功能，把这个图表中的数据汇总成这个图片的形式。以前我们自己来人工做这些信息，人工投入的工作效率是完全不可比的，它简直就是我刚才说的贾维斯的一个雏形，它可以一次性帮你执行好几个任务。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AI 怎么去助力我们副业变现。很多小伙伴就知道 AI 目前好牛，那它怎么来给我工作提效，怎么来变现，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一个 B 站，我分享了很多 AI 工具的应用。就是我再说一下目前为什么，就是如果大家想用 AI 做副业的话，想用 AI 赚钱的话呢，做自媒体是一个最佳时机。为什么呢？第一个，内容创作变得简单，比如说做自媒体，做小红书的图文 GPT 生成图片， GPT 生成对应的文案，它就识别图片功能，你让它识别这个图片，根据这个图片的内容为我写一篇简单的小红书。以前我们写这些内容起码也得一两个小时，现在你用 GPT 可能就是五分钟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只是大家不知道它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知道了去执行，你就可以拿到成果。那第二个就是 AI 肯定是必然的一个风口，你看一下国内专家是这些大佬是怎么说的，李开复、李彦、俞敏洪以及任正非都是说未来一定是属于 AI 的，什么时候会替代我们人类的工作，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观点，可能未来20年，也可能50年，也可能更久，但这个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去预估的。比如说现在 ChatGPT 的出现，这个东西就不是大家能够预估的出来的，它为什么能变成今天像贾维斯一样能够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这个东西也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 AI 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那这个就是 ChatGPT 之父奥特曼说的，他说现在是我见过的最佳创业的时机，比 iPhone 的时机还好。马斯克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他之前还说喊停这个 AI 的发展，就说大家不要再去搞 AI 的研究了，停止 ChatGPT 5的一个研发，结果自己现在搞了一个团队，自己成立一个 AI 公司，包括他自己的 AI 软件好像这几天嘛就要发布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未来一定是一个全民的 AI 时代，特别是现在学历过剩还有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个人是觉得改变命运的已经不是你的支持了。现在你读完大学读完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了一大把，然后去送外卖的也有很多人，支持真的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改变我们的命运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的认知够不够高，做和未来的趋势未来的风口相关的工作。小米老板雷军不是说吗，他说我觉得创业成功并不是说你努力你聪明就可以的，中国比你聪明比努力人多得很，最重要是找到风口，因为站在风口上面猪都能起飞。那除了这个认知一定要有这个执行力，比如说我就知道 GPT 未来一定是发展趋势，那我果断离职下场去干这个事情，并且已经拿到了成果，这就是认知和执行力，和我的学历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课程，这个课程大家觉得有价值就来报就好了，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肯定能打开大家的思维，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我学到知识在作为输出，我自己能更加熟悉这些知识，那同时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知，至少知道 ChatGPT 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我这个课程第一个可以解决大家执行力差的一个问题，有线上直播，还有助教跟进，还有课后作业，解决只学习不实践的问题。那其实我已经带过一期学员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学员的一些成果还有他们的评价，大家已经开始接广告了，200的也有，100多的也有，然后300多的也有，然后有一条视频涨粉差不多1000的也有，在视频号上面4天时间涨粉1000的也有，一条视频涨粉200的也有。我的学员已经拿到成果了，有涨粉也有接广告。然后关于大家对我课程的评价，这都是学员的一个真实评价。其实这里面我部分学员他以前是已经买过 AI 的课程了，但是学了我的之后就说真的是干货，不是说市面上的那种割韭菜的水课，而且你看一下大家已经拿到成果了，一直在坚持学习和输出的学员已经接广告涨粉，而且这个同学他的一条视频在 B 站上面可以涨粉1000，
这个就是课程的一些文档，还有我对作业的一些点评以及辅导。这个就是课程的一些介绍、课程的大纲以及课程的一些特色。你只要坚持学我这个课程，然后把作业好好完成，你不仅可以掌握 AI 工具，掌握 ChatGPT 的玩法，同时你在自媒体上面涨粉接广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最后我再说一下，我觉得在未来的全民 AI 时代，中短期之内淘汰我们绝对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工具的这帮人。就比如说我服务的这家电商公司，他们这些运营如果把 GPT 的提示玩得很好，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比其他不会 AI 的这种电商运营岗位的人更上一层楼，比他们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无敌。普通电商运营可能公司6000去面试其他公司的同岗位，就可以跟人家谈到8000，我会 AI， 我可以提效，就这么简单。柯洁他也说了，我下1000盘棋就输1000盘，我这辈子都已经没办法再战胜 AI 了。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AI 变现的思路或者说是认知。大家如果觉得课程有价值的话，来找我学习就可以了。大家肯定会说 B 站和 YouTube 不是有大把教学吗？第一个就是太多信息了，你们找不到应该学什么。第二个就是你们不知道学完这个东西能不能拿到成果，那你看我前面的学员已经拿到成果了，所以说这个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在现在的时代里面，时间其实才是最宝贵的。如果你去互联网上面花大把时间去看 B 站 YouTube 的视频，那可能你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自己学会灵活使用 ChatGPT， 但你如果找人去付费学习的话，你可能一个月就可以掌握了。因为我其实已经沉淀过半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对这方面还是有经验。那这节课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小伙伴们看完我的视频觉得能够有收获的话，记得给我点个一键三连，谢谢大家。后续我会继续更新更多的 AI 应用以变现的玩法，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